卷一点的，不要直的。卷的为什么？哦，好吧，谢谢。我们想要七根黄瓜。3块钱好吗？一根3块钱，斤哦，一斤3块钱，吓死我！能便宜一点吗？便宜一点点可以吗？能不能多送我们一根啊？谢谢，谢谢。老板有白菜吗？要，我们要两个。这是什么？四季豆。四季豆。这个。胡萝卜。Carrots， 胡萝卜。胡萝卜。好，考你一下，这叫什么？四粒豆，四季豆，四粒那里有四粒，刚刚好是四粒豆。啊、哦，对，有四粒，刚好有四粒。啊，11.3。谢谢老板。小草，你先给钱，我先去买别的啊、哦。好，24块钱。姐姐便宜4块钱吧，你今天好漂亮，姐姐。你怎么连一点纹都没有？对。结婚结得早吗？哦，有爱情的灌溉，爱情的滋养。22号定，可以。少一点哈，谢谢姐姐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幸福家庭，姐姐，拜拜。1000了，这个多少钱？5.5块。姐姐你不要动，你怎么没有一点皱纹呢？姐姐你的裙子好美，我的天哪，姐姐你是怎么保养的？5块钱。这么一坨80啊？不是，这就这么点80，1000克呀、啊？对，就这么点。2斤。它好贵哦，有没有便宜点的牛肉？接受你都可以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哇！老板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，今日你最帅，明日最亮的星。老板，你真的太帅了，太帅了。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难怪我远远看你就觉得你特别眼熟，对，就觉得你整个人都在发光，你就是知道，好像香港的电影明星。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辛苦了，祝你发财。要重新火锅底料，蚝油、生抽，那个郫县豆瓣酱在哪里啊？郫县豆，就要这个，这个吧。拿便宜的，拿好一点的嘛。我就要拿这个，就要拿好一点的嘛。这贵不了几块钱。贵，这个5块，这个8块，就贵3块。3块钱，你看别人都吃单单的。我觉得那个炒出来比较香一点。别人都吃这个。那你它炒出来香一点，另外一个香一些。那是香的，香一点的。你看吧，老板就这些。一起42，出银团这么贵啊？42啊，35。这些我们真的没赚到。好，懂了，那就40嘛。算了，42。40可以吗？42。115就算100。好，谢谢。哇，你们这么好啊！妈很喜欢你们。真的吗？那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看，我知道。银牌车主。哎。车主比我超级记得。就不记得我。我记得。在这。我是谁？看到了徐艺洋。看到了才知道我。我就不能不收钱，不能不收钱。这节目外可以为我们撑腰。对，这里是28块，这里就20块吧。不行，给30，教主要给30，多给点。你等一下，就给了30，你就多了1块多，别人还很多没算钱。我知道，你不要再给我便宜了，你全部算下去。哎呀，就30，你不要便宜，你不要全部算上去了。不是说好的哟，谢谢。谢谢，没有多给多少，就1块多钱。节目组有钱，多答应节目组啊，在乎这1块多钱？别人130克的东西只算我们100克，多好。